将，假如这是火腿，将火腿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下面抬起来之后压好，这个靠住之后缩紧，然后转至你要所要切的厚度。然后将电源打开，下方离合器移到最右边，然后拉起红色开关，就可以开始切。如果只要切一两片的话，就是按这一个。OK， 切完记得将电源关闭。靠，这个怎么会乱切？